身回忆都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舍去一生的漫长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，敢给就不怕摧毁。爱不愿沉睡，寒冬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归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寻，寻命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，一路同行。爱就是生命。肯定又惹君上伤心了，跟我回去和君上道歉。若璇，从静翠洲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你对我的态度就一直这样，是我欠了你的钱吗？还是我对你做过什么事情？你抢走了我的母亲，你也是祝宇的女儿。我的母亲是鱼族前任女王灵叶，如今祝宇用的这副身体是我母亲的身体。数百年之前，我们鱼族定居在北海水底，当时我们的女王灵叶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在北海找到了一个温暖宜人的住所，并带着我们所有族人迁徙定居过去。百年之后，天晴之海逐渐繁荣富饶，成为了当时的北海明珠。那后来呢？林燕是怎么去世的？祝宇又是怎么当上鱼族君上的？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天晴之海是建立在鲲背之上的。鲲自海中孕育而生，会沉睡上数万年，以此来积蓄力量，等待破海而出，膨化飞升的那一天。你想的没错，就在鲲破海飞升那天，建立在鲲背上的天晴之海也几乎崩毁殆尽。我的母亲灵叶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，用冥想之术成功接触到了鲲的意识，让它停止了飞升。那这鲲就是祝宇。君上停止飞升之后，利用灵叶的身躯显形，开始着力救治我们鱼族。他将尚有一丝气息的鱼族收容在此，用他自己的生命力为我们疗伤。数年之后，那些伤势较轻或修为较高的鱼族总算可以自由活动。你看到的外面那些还能活着的鱼族，都是君上用自己的生命力救治的。他耗费过度，生命早已衰竭，若不是有起源，既然你已经回到君上的身边，成为了鱼族的少君，你也应该理解君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。他现在成为这般模样，都是因为我们。
雨，祝雨。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。祝雨，硕璇把当年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我不知道原来你这么辛苦。那你愿意留在天青之海吗？如果你愿意留下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还在介意我骗了你？不是的，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祝雨，硕璇比我更适合当天晴之海的少主，现在的我留在这里根本什么也做不了。他说的那些责任我也不明白，我想出去靠自己长大，只有这样我才能真的帮到你。我喜欢吃的几式糕点。去吧。顾前辈，您终于来了。看来已经有人耐不住告诉你们，今日我会过来了。这明姑娘一天也不吃东西，也不出门的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事出有因，小秀儿每逢生辰便不想见人，我替她给二位赔个不是。顾前辈言重了。居小哥，这房子可是你的？这算是吧。啊，算是。前辈，你这是？这发威之前毫无前兆，这算不算是有其徒必有其师啊？师父，师父难得来景安，听闻城中河道两岸风光旖旎，夜景尤为迷人，秀儿陪师父出去逛逛。二位渡口温酒相候。那我去叫今朝。上上上，快来！几位喜欢什么样式，自己挑自己拿。啊，你们快看，这些灯笼也是锦安的特色。你们快看看有什么喜欢的，随便挑选。这个，来。这灯笼确实别致，多谢师方。不客气。哦，还有顾前辈，来这个，也跟那个明姑娘的一样，可好？多谢。
这么别致的灯笼最适合睹物思人了。今朝今朝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小鱼要是在的时候，你先去偷偷摸摸。快看，可热闹了。是啊。看那边。秀儿他们来。劳烦靠一下岸边。好嘞。这个还剩多少？姐，五个。你是？对不起。小昭言，你的灯笼怎么跟小秀的不太一样？我随便挑的。挑了一匹狼。这哪里是狼？明明是狗嘛。这肉挺香。我觉得像狼。刻骨铭心难忘是你，往事一幕一幕，多少的笑容泪滴都为幸福落笔。万水千山我在苦苦寻，空旷山孤独与我回忆，与城市的静谧觅得你的身影，往后余生不离不弃。我们的感情不是假的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护身之术。我知道。别怀疑，我心事成如意。
明秀姐生辰快乐。谢谢，欢迎回来。人齐了，小秀今天的生辰一定会圆满快乐。是啊是啊，哎，时间紧迫，我特意给明姑娘做了一个小的机关，还可以传输一些小东西的。哎，来，明姑娘，喜欢吗？谢谢十方。明姑娘，我在首饰铺看到了这个，不知你喜不喜欢？谢谢赵岩。你怎知不是韩江兄告诉他们的？虽然确实是我做的。只有师叔你才会如此多此一举，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。师父觉得很重要。明秀姐，生辰很重要，可是我都没什么没啊。来，我跟齐代生辰礼物，给。谢谢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？我就知道。明姑娘，我听过一个西域风俗，说寿星对着上天许愿，上天便会实现其愿望的。真的吗？那明姑娘，你快快快许一个。我的愿望，师父知道的。啊？师父老了，师父只盼着有人早些为秀儿实现愿望。有些愿望，不是谁都能实现的。小月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我想应该是吃不完的美食吧。嗯，我的心愿当然是和今朝永远开开心心在一起喽。哦，原来我比吃的还重要啊。当然啊，反正和你在一起你也会给我买好吃的，这叫一箭双雕啊。谢谢你啊。今朝的心愿就不用问了。洛兄的呢？我还和以前一样，希望世人能够记得西域有个洛家，有个洛昭言。洛家主的志愿如此远大，不知贤卿有何心愿？心中无执念，何来心愿？贤卿，切莫铁齿。韩江兄，放下固执。那十方呢？啊？哦。我的愿望是成为像我娘一样厉害的机关术士。哦，还有能像今天晚上一样，我们大家聚在一块儿，再过一次生辰。一定会的。原来还能许两个愿望，那我亏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喝一个吧。来，来，明秀姐，生辰生辰快乐，生辰快乐，生辰快乐。今朝，你看那里有河灯哎，你陪我去吧。好。我的小河灯，你要飘到最最最远哦。请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不要分开，好不好？那就说好了，谁耍赖谁就是小狗。百转千回的追寻，就让这心动轨迹有你零距离牵引，我呼吸频率直到谜底渐渐变清晰。在矿洞的时候我问你的问题，一个拥抱就足够代替我回应，钱一个眼神对你来说彼此笃定，什么我是什么才能够形容清，为何我为你如意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
是哥哥。居小哥还真是不善饮酒啊。嗯。师父，你的眼睛。无妨，兴许是喝多了些。嗯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萱儿小时候时常学着我和贤卿偷偷饮酒。喝不上几口便睡去了，每次都要师父抱你回去。转眼之间，秀儿已经长成大人了。师父可曾想过，当时秀儿只是失笑。秀儿也喝了不少了，睡会儿吧。嗯。师父，会趁我睡着逃走吗？逃走？嗯。师父不走。嗯。像豆包一样厉害的机关，还有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豆包。嗯，那是你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嗯，
此前巫卜卦显示正午盟近日恐有大劫，我担心会应验在此次围攻起源宗总坛的行动上。此次好不容易找到起源宗老巢的方位，机不可失，若是错过，再想将其一网打尽可就难了。韩江兄，你什么都好，智勇双全，奈何太信趁命里定数啊。那好，但是我也要参与此战。好，求之不得。总主，顾前辈，这是孟城所提供的地形图，上面有起源宗总坛的位置，此处一共有前后两个门。看地形，前门攻坚由我正午盟负责，至于这后门，后门交给我们。好，几位少侠武艺超群，攻打其后门必定令起源宗首尾难顾，若是此举能一举倾覆起源宗总坛，那自是最好不过了。事不宜迟，我去通知大家。好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昨日为何没有和贤卿一起回来？还有你的眼睛到底是怎么了？秀儿问题可真多啊，让师父回答你哪一个呢？前几日我在无垢隐约窥见模糊的未来幻想，便多看了几眼，不小心伤了眼睛。那你参与剿灭起源宗也是与此有关吗？秀儿，师父会与左盟主一同行动，你呢便与月小阁一同行动，多加小心。师父不保护秀儿吗？秀儿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师父保护。秀儿从来不会让你失望，可师父却总是狠心让秀儿失望。这次剿灭起源宗有关吗？有贤卿暗中保护秀儿他们，我也可安心些。其他的，即便以性命作为代价，我也要扭转这双眼睛所见之事。临世间二十余载，诛妖邪，铲奸凶，踏的是成山尸海，守的是浩浩山河。时至今日，山河有恙，各地百姓饱受起源宗摧残，我正午盟需还世间公道。还世间公道，还世间公道，还世间公道。越今朝少侠，总盟主。
此人名为银之魅影，乃当年蜀山剑圣收藏，后又传于魔君之子。老夫今日将此人赠与你。所谓神兵邪气，也都是因持有者用它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事而问句。承蒙祖盟主厚爱，将此兵刃赠予晚辈，晚辈必将摒弃浩然之气，终有一日让他以越今朝的兵刃再次名动江湖。不错，我辈男儿岂能依附兵器之命，自当是兵器因我而成名。岳少侠请吧。大的明主，全能全知的明主啊，弟子高霄以启元宗宗主的名义向您发誓，从今往后弟子一定会效忠明主，忠于明主，让明主的光辉则被整个大地。明主护佑，明主护佑，明主护佑，明主护佑。按照地图，这里就是启元宗总坛后门甬道。今朝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将启元宗打得落花流水，片甲不留。今朝你怎么每次都能这么镇定，好像都能未卜先知一样。走左边，今朝你没事吧？放心，老毛病了。我呢，就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所以你赶紧打起精神来，有我在，不会输。岳少侠，去堂主，我们进去吧。
师父这次来正午吗？我总觉得他在瞒着我些什么。明姑娘不必担心，前面正午盟人马众多，顾前辈又武艺高强，想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嗯，走吧。犹豫什么？赶紧走。清君，别着急，这左右两侧都有新动土的痕迹，恐怕有诈，我们还是先商量商量。岳少侠，你看呢？走左边。听岳少侠的，走左边。去，这新月的靠谱吗？当然，你忘了冷影阁，他不费一兵一卒。相遇念错你，一切刻骨铭心难忘是你，往事一幕一幕，多少的笑容泪滴都会幸福落笔。万水千山我在苦苦寻，空旷山孤独与我回忆，与城市的静谧觅得你的身影，往后余生不离不弃，只此一念我在苦苦寻，长此一生愿共你悲喜，于茫茫人海里镌刻你的姓名，别怀疑我心事中如意。期等雨停，等久违的激情，等我和你越来越近，看北极星，心动悄无声息，故事了无痕迹，以月色作序写一纸回忆，都有关你，所有欢声笑语念错你，一切刻骨铭心难忘是你，往事一幕一幕，多少的笑容泪滴都会幸福落笔。万水千山我在苦苦寻，空旷山孤独与我回忆，与真实的静谧觅得你的身影，往后余生不离不弃，只此一念我在苦苦寻，终此一生愿共你悲喜，于茫茫人海里镌刻你的姓名，别怀疑我心事